자, 손을 올려보세요. 예. 오른손으로 올리세요. 오른손. 자, 아, 왼손으로 올리세요. 예. 제가 오른손을 뻗으면서 왼손을 하니까 제가 항상 헷갈려요. 자, 왼손 올리셨죠? 자, 오른쪽 옆에 사람 손바닥 한번 딱 치세요. 하나. 제대로, 아니, 아니. 서로 손바닥 치는 게 아니라 이렇게 벌린 손바닥을 치세요. 예, 그렇죠. 그거죠. 예. 그 옆에 안 계시니까 예, 길게 뻗으셔서 딱 옆에 치셔도 되고. 자, 하나, 무릎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자, 여섯 번째는 쉬는 겁니다. 여섯 번째는 자, 천천히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예, 한 번 더.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반대로 가시면 안 되죠. 예. 예, 모두가 아니라고 할 때 기다 할 수 있는 그런 주관은 좋지만 같이 할 때는 같이. 자, 하나, 옆에 손. 예, 옆에 하나. 예, 그쪽을 한번 치세요. 예, 하나, 둘, 셋. 자, 하나, 둘, 셋. 바로 내려가시는데. 자, 옆으로. 자,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넷두 소리가 나셔야 됩니다. 자,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빨리! 셋, 둘, 셋, 넷, 다섯, 일곱. 예, 잘하십니다. 여러분들이 빨리 배우는 걸까요? 진행자가 잘 가르쳐주는 걸까요? 아. 자, 한번 맞춰서 해볼까요? 자, 준비! 비바람이 치던 바람 잔잔해져 사랑스런 그대 눈을 더욱 아름다워라. 그대 말을 기다리니 내 사랑 영원히 기다리니 그대 생각을 해보니까 멋진 진행자랑 이쁜 봉사자들이랑 정말 훌륭한 참가자들이 한때 뭉치니까 이렇게 율동이 잘 되는 것 같아요. 자, 이, 너무 빨리 끝났네. 그럼 바꿔서 한번 해보죠. 자,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자, 특가. 자, 손 올리세요. 자, 예. 하나,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예, 예, 오케이. 특강 끝. 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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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시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어시구, 좋습니다. 자, 자, 이쪽으로 한번 해보겠습니다. 바람이 치던 바다 잔잔해져 오면 오늘 그대 오시려나 저 바다 건너서 밤하늘에 반짝이는 달빛도 아름답지만 사랑스런 그대 좋으시죠? 잘 되니까. 저는 진땀이 납니다. 너무 잘하셔가지고. 자, 이것도 빨리 끝났네. 섞어볼까요? 예. 자, 저 바다 건너서까지는 오른쪽에서 왼쪽으로 가시고요. 그대만은 기다리니 내 사랑 영원히 기다리. 아, 저 하늘에 반짝이는 2절은 왼쪽에서 오른쪽으로 한번. 거기까지만 가볼게요. 맨 마지막 빼놓고. 자, 준비! 왼쪽 먼저, 오른쪽 먼저죠? 왼쪽 먼저죠? 잠깐만요. 제일 처음에 어느 쪽 했죠? 이쪽 먼저 했죠? 오른쪽에서 왼쪽. 예. 이 바람이 치던 바다 잔잔해. 아름답지만 사랑스러운 그대 눈을 더욱 아름다워라. 예! 아, 처음에만 조금 헷갈리시죠? 예. 자, 아, 진짜 잘하시네. 머리 진하게 잡고 복잡하게. 이게 여러분들의 유전자를 돌게 만드는 손바닥이 얼얼하시죠? 예. 여러분들의 유전자를 막 움직이게 하는, 예? 어제 제가 말씀드린 이렇게 움직이게 하는. 자, 어제 저녁에도 이건 별로 반응이 안 좋았었는데 오늘도 별로 반응이 안 좋네요. 자, 역시 이거는 박사님의 특허인 것 같습니다. 자, 이제 후렴에 가서는 어떻게 하냐면은 그대만은 기다리니 한 번씩 바꿔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왜 또 자, 자, 한번 바꾸는 연습해 볼게요.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둘, 셋, 넷, 다섯. 자, 저를 보시는데. 네, 저를 보시면서도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계속 이쪽 손이 바뀌는데도. 자, 조금 천천히 해볼게요.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둘, 셋,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셋,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둘, 셋, 넷. 자, 특강 들어갑니다. 자. 자, 따라해 보세요. 자, 예, 예. 이 손은 뒤집으시고, 예, 예.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이거 그냥 반대로 뒤집으면 돼요. 예, 네, 그렇죠.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제가 특강을 여태까지 했던 적이 없거든요. 앞에서 그러면 헷갈리면 제가 안 할까요? 자, 이쪽으로 좀 나오세요. 왜 한쪽으로만? 예, 좀 무대로 좀 서보세요. 예. 자, 준비. 예, 드디어 연습이 들어가는군요. 이제 율동다운 율동이 나왔다. 연습을 좀 하자. 자, 준비. 저쪽에서도 특강하고 있습니다, 지금. 예. 자, 준비.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예, 조금씩 안 되실 수도 있는데 연습하시면 되고요. 자, 해법. 여기서 지금 이 상황에서 가잖아요.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한 다음에 그대로 손을 반대로 뒤집으시면 돼요. 요걸 요렇게 뒤집으시면. 예, 그렇죠? 요렇게 갔다가 요렇게 뒤집으시면 되고, 요렇게, 요렇게만 뒤집으시면 됩니다. 다, 다시 한번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빨리.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예, 빨리 하니까 마음만 급해지셔가지고. 예. 되시겠습니까? 예, 그러면은. 1절, 2절, 저 1절, 2절을 그렇게 바꿔서 하시고 마지막을 한번 바꿔서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준비! 비바람이 치던 바다 잔잔해져 아름답지만 사랑스런 그대 눈을 더욱 아름다워라. 요령을 부리는 분들이 계세요. 아, 막 이렇게 해가지고 하시는데 이거 안 두들기시고 무릎이 아프십니까? 예, 아파도 여기 열이 나면 좋습니다. 자, 그러면은 이 요 율동은 이제 불러 나와서 하는 거는 이제 다음 시간에 하도록 하고요. 자, 한번 다 같이 다시 한번 해보시고 자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준비. 자, 이거 안 됩니다. 때리십시오. 바람이 지난 바다 잔잔해져 오면 오늘 그대 오시려나 저 바다 건너서 하늘에 반짝이는 별빛도 아름답지만 사랑을 한 그대 눈을 더욱 아름다워라. 자, 땀이 나고 마음도 즐겁고 몸도 다 풀리시죠? 예, 다시 걱정 버리러 일어나겠습니다. 다 같이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스마일. 단잎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세상을
참 봄날입니다. 그렇죠? 어, 이제 是 완전 是 춘天了, 是吧? 여러분, 지난번에 하나, 둘. 지난번에 제가 말씀드리기를 上次我跟大家讲过 우리는 사람은 하나인데 人是 속에 몇 명이 들어 있어요? 두 명이 들어 있습니다. 一个自我里边有两个 一个我里边有两个自我 자와 진화 那么就是真我和假我 원래는 하나밖에 없어야 돼요. 原来不应该有真我和假我的区分 是吧? 우리가 只有一个真我 那么随着我们年轮的成长，那么我们被一个虚相所蒙蔽，成为这个虚相的奴隶。真我被蒙蔽了，认为这个假我是我。那么这个真我呢，是按照谁的旨意生活呢？就是按照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旨意生活的我。 저기 벽에 그림 있죠, 그렇죠? 你们看墙上有一幅画是吧저 거북이 그림. 是很多乌龟. 누가 그린 그림이 이게? 你们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 이루다 선생님 그린 그림. 是韩国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画的画。 저 그림이 굉장히 의미가 심장. 这幅画呢是意味深长的. 아주 의미가 심장. 意义深长. 이 그림은 사실은 여기 있는 그림. 那么这幅画呢，我这里有图案，我给大家看。이 그림을 그냥 그린 거예요. 你们看到这幅画了吧？ 무슨 의미가 그렇게 심장하냐？ 那么这幅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50일 전에 50天 之前呢？ 50일 전에 괌에서 在 오키나와 在 엄마 거북이가 从关岛，啊，从关岛到日本的冲绳岛是个非常远的距离，一只母龟从关岛游到了冲绳岛，然后呢，在冲绳岛呢，海滩上，当然是来下蛋是吧？但是我说的是为什么何必那么？ 关岛没有海滩吗？别的地方没有海滩吗？为什么舍近求远，非得要到冲绳来下蛋呢？因为这是他出生的地方，这就是他生命的本长。20年前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那么20年过后他还能记得吗？但他却能回到。 자기 출생한 지역. 이 엄마 거북이가. 那么20年前 있는 존재는 누구요? 아, 那么谁知道这个乌龟是20年前出生的这儿呢? 那么只有创造这个乌龟的创造主才记得。那些不喜欢创造主这个概念的科学家呢，就认为这是宇宙的智能，宇宙存在一个超越人类智能的宇宙智能。 오늘 왜 거기 앉았어요? 今天怎么住那儿去了？所以呢？那么更确信无疑的事情就是，这些小乌龟啊，刚刚孵出来的小乌龟呢？50天以后孵出以后，然后拼命的爬向哪里？爬向大海？为什么要爬到大海里啊？ 为了生存嘛，当然是吧。因为只有游到海里，游到海里才是他们的生路，没有一个跑向山上去，是吧？为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现在走向大海吗？啊，从小本能的向着大海走。 是吧？他们连大海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却拼命的走向大海，因为他们的大脑里已经有一道这种本能的命令，这条本能的命令呢，用生命的气息来。
遥控制。 이런 것을 볼 때 我们就从这个小小的海龟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宇宙的本能，宇宙的智能在主宰着生命。 因为靠着乌龟、小海龟的智能，它是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的。 그런데 지금은 이제 이렇게 걸어갑니다. 现在这样爬呀爬。 那么爬在最前面的两只。那么一秒以后可能就要跳入海里。 얘는 생전 처음 물이란 게 뭔지. 那么第一次可能要感到什么是海，什么是海浪。 어떻게 하게? 这个是一瞬间他会怎么反应？ 然后就拼命的什么，拼命的游。之前他是慢慢的爬，是吧？在水里这样可能游起来吗？游不起来的，是吧？在水里就是。他们学过游泳吗？上过游泳课吗？因为他们遗传基因里已经有，天生会水性的。 本领，那么创造主当他们沾到水面的时候，就把他们游泳的这个开关就给启动了。所以他们的所有的生存的法则，所有的生命的规则，每一瞬间都是创造主用他奇妙的大能在遥控着我们。 자, 이래서 고기는 물 속에 这个海龟呢，终于游进了海水里，上百只成千只小海龟从大里孵出来，然后游向大海。他们游向哪儿呢？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啊？当然是去关岛，是吧？因为他们出生在 冲绳，他们知不知道关岛在什么地方啊？也不是母龟妈妈领着他们去，但是他们却能游向关岛，是吧？他妈妈所在的地方，他知道他妈妈是谁吗？不知道，但是他却能游向他妈妈的怀抱。他没有罗盘针，也没有指南针，那么他们靠什么游到妈妈的怀里呢？ 正是靠着这个超越人类智能的，超越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智能的超越的智能，宇宙的智能。所以母鼹鼠被蛇咬了以后，那么蛇和母鼹鼠都安然无恙。下面这张图呢，是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 《Science News》这本杂志上，科学杂志的那个封面新闻呢，说明科学家对此非常精警。性在海的，在大海的中央就变性鱼。 有一种变性鱼，那么这条鱼呢，要变性。那么要变性的话，得什么变？决定性染色体的染色体要染基序列变化性才能变化，是吧？那么这个小鱼呢？这是一只雄性的小鱼。这个特殊的鱼的种鱼种啊。 암컷을 12마리씩 거느리고 댕긴대. 那么一条雄鱼啊，一条雄鱼啊，带着十二条池鱼。那么我非常尊敬这小鱼，我们现在带一个老婆已经够累的了，是吧？对。我妻子总是说你不要讲这样的话。<笑><笑> 那么率领十二条池鱼啊，本领很大是吧？那么科学家们选了一条雄鱼以后捞起来，那么这些池鱼们就说：“哎，我们的老公哪儿去了？”所以呢，三四天以后呢？ 在十二条池鱼当中，一条呢，就变成了雄鱼。啊，很新奇是吧？这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保持生态界的
衡是吧？为了生存繁衍，为了生生不息，这就是生生不息的创造主的神妙的功夫。那么创造主为了让这个让这些鱼能够繁衍啊，为了他们繁衍，让他们有一条雄鱼存在。所以你们的肝细胞、肺细胞你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怎样变化，创造主知不知道呢？创造主是知道的。他愿不愿意恢复你们受创伤的遗传基因呢？他希望修复你们。问题就是在于你们的选择，取决于你们的选择。你们要做明确的选择。我相信能让这条小鱼转性的上帝能让我使我们的使我们的生病的遗传基因恢复正常我选择这样的创造主。那么这种明确的选择我们称之为什么？这叫非常对策。当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死亡的念头的时候，哎呀，你看我没什么希望了，我的病不会有什么好转，那么我的选择就是模棱两可，不明确。那么创造主呢，就无法帮助你，所以说自助人助天助。那么我重新再回到刚才那个海龟的故事。然后这小鱼儿呢开始游游啊游好几百只小海龟抱成一团游啊游突然呢游的正欢的时候突然呢突然把整个身体萎缩了起来头啊四肢啊都是缩起来了那么我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应然后你就飘在了水上想游也游不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出现了吞噬他们的天敌鲨鱼但是海龟呢连他们的 天敌都不认识但是他们本能的把四肢缩进了壳子里然后装作死那么因为 不动一动不动所以 鲨鱼呢就认不出他们了那么因为海龟里边已经由创造主为他们输入了自我本能的这种功能是吧使他们能够行为出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只要天敌一出现所以他们就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让他们能够自动的萎缩一成一团然后避开鲨鱼的攻击是吧大自然的造化就是这样神奇所以韩国的女性的遗传基因里就说这个小海龟的遗传基因里已经先天的注入了遇到它的天敌鲨鱼就把自己缩成一团的行为程序那么我到美国以后使我感到一件很惊奇的事情就是让我很吃惊是什么呢韩国的女性画一条蛇在纸上画一条蛇给她看韩国女的都会害怕是吧但是美国的妇女呢小女孩子呢拿着真蛇玩亲嘴儿放在兜里当宠物跟在床上一块睡跟什么跟蛇一起他们为什么这样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韩国的女性呢成为成人以后见到蛇的图案也感到害怕也感到厌恶为什么为什么呢
하여튼 이 우리 한국 여성들은 뱀을 한 마리도 본 일도 없으면서 뱀을 겁내요. 아, 그렇죠. 从生下来一次连蛇一次都没看见过却害怕蛇 뱀을 무서워하는 것이 害怕蛇的这种感觉的遗精被注入了你的那么韩国女性的遗传基因里为什么已经输入了惧怕蛇的这种信息呢而美女美国女性却没有呢这是为什么呢啊我想是这样 또 서양에서는 그런 미신이 없었는데 아 시方 没有 这种 미신. 저 우리 동方은 여기는 우리 한국은 무속 아, 有一种 무속이 가장 발달했다. 아, 민间 미신. 까지만 해도 뭐 요새도 시골 가니까 너무 최근에 在 농촌에 저 跳大神的事 还是很多的是吧? 정치인들이 최근 这些 정치인 就是 搞 정치인들은 为了 出马呢 아, 매치 경선 之前 都要到这个巫师那里去问卜是吧好像韩国的所有的政治啊经济啊都有这些巫师们在操纵着那么不下雨然后就献上祈雨祭啊进行祭祀那么要献上祭物所以把在村子里的 啊，有一条存活着一条大蛇啊，300年的大蟒巨蟒。然后村子里挑选一个最漂亮的童女，然后献给这个巨蟒，然后就下雨。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下。 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有这样的传统在作怪，所以我们这个朝鲜地图上，那么作为女性出生在这块地图上，那么自然就怕什么？怕蛇，怕蛇，因为这种啊，一想象自己被献作为祭物献给蛇，那么就害怕，所以这种恐惧感呢，就镌刻在。 遗传基因里，而西洋里没有这种传统。那么蛇不过就是个动物，甚至可以成为宠物，啊，颜色鲜艳是吧？啊，我们却无法理解它们。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来看，啊，这种信息就是不同的，是吧？所以呢，害怕蛇说明什么？这也是啊，二手的虚像是吧？ 是虚像，这种虚像呢，把我的遗传基因的原先的信息给打乱了。这些虚像在支配着我们，是吧？我们分不清真与假。那么这些海龟呢，继续游啊游，游啊游。啊，开始肚子饿了啊，能量耗尽了。那么他们知道应该吃什么吗？ 眼前有这些东西游来游去，那么想也没有胃口是吧？但是感觉肚子饿。这些小海龟呢？他们应该吃什么？那么已经是注定了的是吧？他们不知道，但是已经注定好了。吃什么知道吗？就是吃海藻，吃海蜇。 海水里像那个海蛇是吧？一拱一拱这样游的海蛇，那么看到海蛇的瞬间呢？从来都没见过，从来没吃过。但是这小海龟呢，炊烟山吃是吧？啊，就是它了。嗯。所以呢，跟这些小海龟伙伴们。 就说，那么海龟，小海龟想吃，朋友想吃什么，那个就它了。数百只海龟齐声说就它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的遗传基因里已经下好了，对他们食物选择的这道程序命令。哦，我们东方人把它称为什么这个生辰八字啊？ 但是我认为这是已经注入的生命的信息，可能已经镌刻在我们的生辰八字里。
那么柱是四柱柱子的意思。你们看这个啊，你们看这个有四种染机，四种染机呢，像柱子一样是吧？我看看在哪里啊？我们学过遗传基因是由四个染基的组合排列组成的，各种信息的组合是吧？那么这个四个碱基呢，有的地方把它描写成为是柱子，是吧？我们东方人说，四柱八字，生辰八字。那么你们看这些碱基的排列，那这是遗传基因的侧面图是吧？这就是碱基是吧？一对一对的这种、排列。四种碱基像柱子一样，几种柱柱柱的四种啊，这是不是四柱呢？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四柱下一个做一个理解是吧？那么是四柱，然后组成各种的文字信息，生成八字呢？这个八字呢，我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呢，记录在这些遗传基因里的信息呢，已经规定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是吧？啊，这就是，但是人的意志呢，却把这些生活注定的先天的生活模式给打乱了。那么呢？那么四柱生辰八字四柱，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的是吧？所以呢，开始呢吃海蜇，然后吃海藻六，然后吃什么？吃浮游类。那么他们的食物呢已经都定好了，到哪个成长时期吃什么样的食物？那么海龟的计划呢，是由创造主为他们已经注定了他们的道路。那么我们人也有我们人应该走的道路，是由创造主为我们铺设的道路。那么这些动物啊、植物啊，除了造物主给他们定的道路以外呢，他们别无道路可走，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没有给他造物主没有给他赋予生命的选择的自由，但是造物主呢却给了我们人类选择的自由，因为上帝和我们人类愿意建立一种爱的关系啊，通过沟通啊感受幸福啊。所以很多动物植物啊都是自动的啊，按照自然的规律去生活是吧？真正的幸福的话，想要真正的幸福的，那么我来选择，我来去爱啊，这才是幸福的基地。大家仔细想一想，小朋友几岁了？몇살이야？几岁了？여덟살？八岁？十二岁。고다희는몇살이야？这个小妹妹几岁了？十一岁。啊，你们差一年是吧？那么。假属这个大庆是我的孙子吧，长得像我孙子。爱孙子爱得不得了。夏天呢给他买了一碗买了一盒冰淇淋。豆沙冰淇淋。那么给他买了豆沙冰淇淋后，看着孙子吃的很香，高兴不高兴呢？高兴是吧？开心。但是这个做爷爷的呢，想更开心。怎么才能更开心呢？怎么才能更开心呢？哈
한 숟갈 얻어 먹으면 더 잘. 아, 내가 사준 거지만 그렇죠. 是我给他买的，是吧？ 진짜로 즐겁기 위해서는 为了真的快乐呢？ 한 숟갈 먹어요. 是孙子给我吃一口的时候啊，那我更开心了，是吧？ 맞아요, 맞아요. 看着孙子吃开心，孙子给我吃一口。 那更开心，这叫什么？这叫沟通，这叫交际。那么，吃一口怎么吃才最开心？孙子啊，是孙子。你想给我吃一口？不吃我收拾你啊！啊，这样强制的强一口吃，那不会开心的是吧？所以说孙子。 啊，乐意。创造的不良效果。啊，那么被抢一口吃的孙子也不会开心，那么抢一口吃的我也不会开心，所以选择才是重要的。所以，创造生命的创作中，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我想吃一口，小孙子可以给我一口，也有不给我一口的选择的自由。所以，所以呢，这个爷爷呢就得千方百计的让孙子。 啊，有这个念头，就是给爷爷吃一口。可是，弟弟哦，终于呢，啊，爷爷你也来一口吧。那这一口比蜜都甜，是吧？那心情，那就没法比了。啊，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儿。这可不是豆沙冰淇淋的味儿，而是什么味儿？是爱的味儿，是吧？是沟通的味儿，是人情味儿。啊，所以呢。 귤을하나까먹어도제주산귤과아吃一个橘子的时候내혼자서드립다가아주혼자하고自己吃啊自己扒皮自己吃嗯내사랑하는손자가不如和我的孙子孙子孙子说哎爷爷你吃一个吧啊这个这一粒橘子里边就是包含着爱啊有生命气息的啊一半橘子是吧 그래서，所以呢，新起点呢？不是我，不是满足于我吃了橘子的这一事实，在一半橘子里边有什么？有爱，有关心，啊，有人情味，这才是什么？体味到这一点才是新起点生命的。就像这个小海龟一样，啊，我们就从这个小海龟。 好像这一切都是自然然的一切，但是在这所有的自然的背后啊，如果我们认为只是他们啊，为了生存这样行为啊，我们认为这样的反应叫做对事实的反应，那的确是事实，这是不假的，是吧？一点都不假，但是。 뭐는아니요？却不是什么，却不是真实。事实与真实呢是不同的。啊，事实和真实，事实与真实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张家界，我常去过张家界、袁家界，去过的人请举手。啊，漂亮的不得了，风景特别特别的美。 별로 안 귀찮고 치는 거 이렇게。哦，那么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去闹肚子了吗？吃苦了吗？我看照片呢，从照片上看，我都觉得这是天下绝景。我这个지금우리이제3월25일날三月二十五号我们去金刚山做演讲。 所以现代希望我们去金刚山做这个讲健康讲座，所以3月25号第81期呢，我们打算去金刚山做讲座，啊，说不定新起点运动的星星之火呢，可以燃在北朝鮮的地图上，是吧？ 我们期望这。从照片上看呢，张家界、袁家界要比金刚山还要壮观美丽，啊。所以我也想有机会去看一看。자여기는장가계원가계가아니라这不是这图片上的不是张家界、袁家界，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 요세미테 국립공원 요세미테 폭포요。
就是岳氏湖国立公园的瀑布啊，这这从照片说啊，这瀑布吧，这个瀑布有多么壮观呢？看什么？你们看下边的这个那个大巴，大巴车才有这么大，像绿豆那么大是吧？这个树呢是树高达十几米的，几十米的树。你们看跟它相比，这瀑布有多高呢？那么你们身临其境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哇发出感叹声来。那么这种哇的感叹声当中 endorphin 就会大量的分泌你们就有一种喜悦的心情，那么生命的气息就会充满你们的体内，你们的遗传基因就会被激活因为生命气息的本质是对对每一处反应是吧，哇这种感叹声当中哇人们惊叹不已。那么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来到美国，然后他变得已经不像样了，又抽烟又喝酒是吧生活一塌糊涂。他说咱们一块儿去拉斯维加斯去去吧，我最讨厌去拉斯维加斯，去拉斯维加斯进行什么抽烟呐、赌博呀，人们都好像疯狂了似的，是吧？整晚整晚的吸烟赌博，到了我都无法喘息噪音呐简直是人间地狱人们却认为那是有意思的，认为是人间天堂。我真的不愿意去。他说去拉斯维加斯吧。我说有比拉斯维加斯更好的地方，那去更好的地方。他说那得去更好的地方。所以说 我带他来到了岳师傅国立公园。我以为他会比拉斯维加斯更加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呢从我家到这里需要八个小时，驱车八个小时，很远很远在非常非常一个偏僻的山区里道路也很坎坷。到这以后呢我大发感慨是吧，哇我的脑我的身体里分泌着 endorphin。 当我回头说就是问我的朋友是吧，真好吧，一边抽烟一边说没反应。说什么？赶紧走吧。去哪儿啊？你不说这比拉斯维加斯更好吗？我说那儿就是这儿。我说这儿就比拉斯维加斯。他说什么？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踩灭以后，说一句话。说你怕我呢？从山头上泼下一泼水，有什么看头？他说的话对不对啊？这叫什么？这叫事实是吧？这个人 认定了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人生只是事实的话，那么吃喝拉撒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了。我们吃喝拉撒反复的这种事实的生活，那么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感动。要你们要发现人生的真实的一面。那么这个瀑布的真实是什么？就是美丽壮观一种生命的力量。你 当从这个那么橘子吃不就完了吗？塞到嘴里那么豆沙冰淇淋吃不就完了吗？即便吃一口吃一半橘子也要用爱来吃。当你们陷入爱的时候，除了爱以外没有什么 能使你们幸福。所以呢저는옛날에过去呢우리애들이요나이때참귀여웠어요那我的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大庆多么可爱是吧，那么我看着孩子们的时候有的时候突发奇想，这帮小子们养大了最后只是伸手向我要钱，这是不是事实啊？那么只看到这个事实的一面，我的人生突然变得暗淡毫无意义是吧？ New start New start 是个生命的新起点。
是让我们从事实的层次飞跃到能够发现真善美的真实的层次、嗯、这就是新起点生命运动的实质所在。所以呢，很多人呢啊，健康食疗，什么有机食物，这个那个，但是里面却没有什么啊。他们还得病的原因在哪？他们做了事实上的健康，却没有在真实上发现健康。所以呢，你们要积极的去寻求什么？去寻求真善美、啊、真善美呢，它的旨意呢，就是引领我们走向新的生活，因为它让我们发现生命的真谛。所以呢、啊、从所有的事物当中要积极的去发现真善美，明白了吗？寻找好的信息，好的意义，要摒弃那些邪恶的坏的念想、啊、举个例子来讲，现在哈、啊、那么 我正要 喝水，就剩半杯水是吧？怎么就剩半杯了？这只是事实是吧？事实真实是什么？哇，还剩一半呢、啊、明白什么意思了没有？使你们的生活完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是一张纸的坚固、啊、还剩一半啊，那是不是真实呢？是真实，这是从积极的好的一面去看的、啊、就剩半杯了，这是消极的，是不是你偷吃了？这是对同样事实的认识，但是却充满了杀机。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 New Start 的新起点的人呢，要让我们的生命生生不息起来，而不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消灭。啊、这次我去美国呢，有一个人对、啊、他想 接到我，他想跟我一块、和我见面。他说有一位生活在新墨西哥州的患癌症的人，他听了你的录音带以后、啊、经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他康复了癌症，他只有一个儿子，在伊拉克呢却战死了、啊、美军在伊拉克已经大概有4000士兵、丧失了生命，3000多人大概。啊，这个人呢，儿子在战场上丢了命，就是我为他担心、啊、他陷入了极度的抑郁症当中，您再忙也希望能给他打一个电话，所以我让他拨通电话，然后他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讲述了一遍，所以我也感到 很痛心。所以我就问他、啊、你的儿子他是否有信仰？那么他被派到伊拉克以前呢？啊，他在热心的去研究圣经。然后呢？然后儿子对他说：“他说爸妈，啊，如果我去伊拉克，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也会在天国再次相逢的。或许我真的死了，你们不要太难过。”啊，曾经留像我这样是在网上的，还留下了什么？还留下了一封不是遗书的遗书。
웃을 수 없는 것 같아요. 이번에 어저께 아프가니스탄에서 昨天在阿富汗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一位韩国的士兵呢被炸死了。这位士兵呢也是在美国中学高中毕业的韩国青年。那么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美国大统领奖，是一个非常。 令人惋惜的事情。那么这位父亲说什么？那么他去阿富汗的时候，我应该挽留他，不让他去。这是我让他死的。这是上帝的心情，是吧？那么这样，他所珍爱的儿子英年早逝。这是一件非常令我们痛心不好的事实，他们把这个事实改成好的真实的事实，怎么把它转变呢？我对他说，我开导他说，你再想好好想一想，在我看来，他以最纯洁的、纯洁的信仰，以最纯完成了他最纯洁的人生，啊，在他最纯洁的时候，他肯定会在天国里。Okay？ 啊，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他活在这个世上，然后，那么遇到了一个泼妇，然后喝酒放纵，最后成为骗子，这样，那么不能得救赎，那么这样会多令你伤心，啊，与其相比，你的儿子英年早逝，死得这样纯洁。应该为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里，在生命的创造主里安息，啊，随时犹存。所以信仰呢，是战胜事实的真实的世界啊。如果没有认识真实的这双慧眼的话，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们都会绝望的。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双慧眼去发现真实。所以呢，我们的事实呢是很凄惨的。有的人身患癌症，大部分癌都扩散状态。那么癌细胞已经扩散了。那么癌细胞一旦扩散了，啊，是完全治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从统计的角度是不存在的，从理论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治愈不好，这是事实，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统计学的角度，但是真实是什么呢？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只有上帝存在的时候，真实才会存在，是吧？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存在，所以创造主他所创造的遗传基因对上帝的信息会做反应的，是吧？所以呢，我按照，啊，创造主的旨意去生活，重新接受创造主的信息，那么我的 T 淋巴会重新恢复元气，恢复健康，会战胜我 身体里的癌细胞，使那些不正常的细胞重新恢复成为健康的正常的细胞，这才是我们的真实生命的真实。所以呢，如果生命你不承认生命的创造主，那么就不会有生命的真实。你们看这个小海龟，
他现在正游向海大海，那么你不认识生命的创造主的话，你最多就能认识到这一地步。啊，那么这小海龟能够游向大海，游向他母亲的怀抱，这分明是生命的创造主在使然。无论在什么样的事实情况下，在这个事实的背后，你们要认识到生命创造主的真实的一面，这才是信心啊。 그래서여러분，所以呢，병원에서는医院呢，按统计学的角度，按医学的理论呢说，你如果治疗好的话，最多也就活多少？延长寿命，一年左右。啊，那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呢，最后呢，经过新起点，然后新起点运动，然后康复以后。 那么靠人的判断，只能活一年，但是我现在怎么样？都好了。哎，啊，你们要向那个医生做这个见证。这种奇迹是会发生的。不是李香九让你的癌症得到治疗，是我在这次集会当中遇到的生命的创造主，是他恢复了我的。 遗传基因是遗传基因能够恢复正常的机能和功能，能做这样的见证的人，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做这样见证的人，做生命真实的见证人。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奏起真实的生命凯歌，不要为事实。 所框住。你们要想有希望的话，就要从事实的层次飞跃到真实的世界里啊！因为真实的世界里才有生命，才有感动。统计的事实的角度说，说你没有不可能有再长的生命，他没有认识到什么，没有认识到生命的气息，他不认识生命的气息，没有认识到创造生命的创造主。 所以呢，创造生命的创造主认识到了生命的气息，由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源源不断的供给给你，那么我对真善美做反应，做感动。那么我就是为此而造的。那么我就如果我对此做反应，我肯定就能恢复，这种信心就是生命的力量。그래서 여러분，그래서 所以大家要明白，我是大夫，啊，我长得高，长得帅，我是庆州李氏，这些都是事实，对吧？这些都是事实，有点自卖自夸了，是吧？但是这些事实呢，说明不了我是谁。 那么，李香九的里面，这些事实里面有什么样的真实？这才是真正的李香九。所以呢，你们现在的文凭如何呀？学位如何呀？你们的家庭背景如何呀？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虚像，都是假我。真我是什么呢？我的真实是什么呢？我里面有没有真理啊？有没有？ 爱，充满我的内心的时候，我才能重心找回真我，重新发现真我。如果按照真实的自我生活的人呢？佛家讲，把这个真理称之为法，叫法身，是吧？ 사랑이 내 속에 들어온 사람. 那么真善美在我心里，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在我身里，按照这一切生活的人，我们称之为法身，是吧？或者叫真我。真我也叫法身。那么我们从舍身的境界升华到法身的境界，是吧？我们自己说叫成佛了。 什么叫成佛呢？就是真理呢和我没有区别了，我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我，使我从假我当中啊解脱为真我，从假我当中解脱出来。
出生的时候是称我，但是生活的过程当中称我被蒙蔽了，被扭曲了，然后被虚妄的我所牵引。那么疾病就是什么呢？你们不要为了摆脱疾病而挣扎，你们要摆脱什么？摆脱使我治病的那个假我，从那个假我解脱出来，这就是新起点运动的真谛。 그래서 그냥 폼으로 자존심으로 허세로 虚张声势, 靠你们的自尊心, 生活的人我们称为什么叫色身 色身, 진리로 사는 사람은 뭐라고요? 生活的人我们叫什么叫法身 那么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就是让我们的从设身的层次飞跃到法身的层次。从设身，那么孔子怎么说的呢？孔子称法身为君子，是吧？啊，或者叫大人。 뭐 군자 성인 군자 대인 같으면은 那么君子大人呢？不是朝廷里的大官，不是指那些官吏，而是指真正明白道理、明白真理的人，是遭闻到惜死主矣啊！这样对人生已经了彻了的人，我们称之为君子。 아직 깨닫지 못한 사람 뭐라 그래? 소인이라고 불러. 여기서는 해탈이라고 하는데 이 소인이 군자가 되는 것을 공자 선생님은 견성이라 그래요. 아, 小人成为 자기의 본성을 见到自己的什么本性了是吧就发现了创造主创造我们的本性 那么生命起点运动，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就是让我们见性成圣。啊，我所固执的我不是真我啊，让我明白这一点。我以前非常喜欢啊牛肉辣汤，啊牛肉辣汤好好吃，啊又辣又烫是吧？ 그 매운 걸 얼마나 좋아해? 아, 라드 진짜 让我 感到很爽. 제가 부산에서 자랐거든요. 因为 我的老家是 부산. 아, 我生长在 부산. 자취국 사이소. 아, 那么说 부산 有一种 老汤. 대포. 그렇죠? 아. 저쪽에 가면 그 막 제첩이 막 억수로 많거든. 아, 有一种 라탕呢, 是 那里的 地产. 그래서 이제 그걸 제첩국을 끓여 가지고 그 하얀 물 있잖아요. 아, 그 빨간 탕 上面呢? 근데 그게 왜 그렇게 맛있어? 아, 也不知道有多香是吧? 百吃不厌. 근데 그거 이제 새벽에 사 가지고. 那么 凌晨呢, 买一碗这老汤，然后泡上米饭，然后撒满辣椒，然后就这样狼吞虎咽的吞下去. 그것이 난 줄 알았어. 我以为那是我. 요새는? 最近呢? 매운 것을 도저히 뭐요? 辣的一口都吃不了，过去那么喜欢吃的辣的，现在一口都动不了。那么色心成了什么？成了法身，返璞归真了。啊，这是我原来的口味。那么过去四酒如命，现在酒一口也沾不了。 근데 술이란 게 그렇게 맛있는 게 아닙니다. 酒其实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是吧？ 목구멍으로 이렇게 넘어. 酒进入食道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술이 목구멍으로 넘어갈 때 고통스럽다는 것을 어떻게 증명해요? 那么怎么样？啊，喝酒的时候你们痛苦，所以说就啊这样的，赶紧喝水，再不吃口菜。 집어먹고 이렇게 미끈하게 해서. 啊，吃口菜，然后压压酒气。 술을 닦아버려야지. 啊，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嗓子、食道受不了刺激的是吧？这么强烈的刺激，我们确实什么好吃啊？其实都是
自欺欺人好什么好啊？他们喝酒的时候有一点好，为什么大家会名字不好？因为什么？朋友之间可以通过这杯酒啊，可以沟通，有一体感，啊，备战交接啊，你我不分你我啊，这种气氛就是这份这种气氛呢，啊，就是喝酒的。 요새 여러분이 이제 건강식을 앞에 最近大家啊，하면서 이게 진짜입니다. 大家吃的这个健康食疗啊，才是真格了，是吧？여러분이 지금 많이 변화시키고 있는 거예요. 所以大家正在啊极大的改变着自身，从舍身解脱为什么法身？ 나의 본성을 지금 뭐요? 开始慢慢的发现自我的。 발견해가고 있는 거예요. 견성해가고 있는. 见性成人了。 견성오도라 그래요. 见性悟道。 见性悟道是吧？所以呢，终于找到海龟也有海龟的道路，是吧？他们有他们的道路，我们人当然有我们人要走的人道。这个人道看似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因为上天赋予了我们每个人选择的自由。 这么先进的生命运动呢，就是发现创造主为我们已经安排了一条生命的道路。当你发现了这条道路，你就能够见性悟道了。所以呢， 병이 생겼을 때 生病呢, 어느 길로 가느냐? 走哪条道路是很重要的. 그럼 제가 뉴스타트를 하다가 많은 사람을 만나. 我在从事这么多年，星期天生命运动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通过抗癌治疗呢，化疗治疗呢，癌症好了，癌细胞没有了。也有被完全治愈的人通过化疗。但是呢。 얼마 안 가서 보면 뭐예요? 过了不久呢？又复发了。 우리 성함이 어떻게 되세요? 请问您贵姓？ 엄재경。 我们这个姓严的姊妹呢？ 나았어。 好了。 너무너무 좋아가지고。 高兴的不得了啊！大夫，真是感谢你，全家人感谢。 그래서 나왔다고 그래서 선생님이 뭐라 그러셨어요? 所以 医生说什么？ 집에 가서? 说回家。 일상생활 먹던 거 다 먹고。 说你该吃什么吃什么。 怎么该怎么过怎么过吧。 그게 말이 됩니까 여러분？ 这像话吗？ 그러니까 암이 그렇게 말하는 것은 这样活的，这样大夫对你说什么呢？是说你得癌症是点儿背，不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有问题，而是你走备孕。你现在好了啊，你可以正常的生活了，人家吃什么你也吃什么，人家怎么活你也怎么活。 불쌍한 백성은 누구 말밖에 안 믿어. 那么这些可怜的老百姓，相信谁的话呀？就相信这些权威，相信这些医生的话，最权威的大夫，最权威的医生医院嘛。相信不疑。然后呢？按照过去的生活，生活依旧。过了不久，开始咳嗽，身体感到不适，然后去检查，一切正常。 说你是小病小症，然后去身体不舒服，再检查检查还是正常。最后一看，最后一看，而且扩散了。你们看，不是让癌症。 不是什么秘诀，不是治疗癌症的秘诀。那么你们在与癌症做斗的时候，失败的人大多是什么呢？以为去找那些偏方秘方的人啊，这些人不会成功的。新起点不是什么秘方，新起点是从根本上。
让你们改变生活，改变自身的原则，生活原则。这不是选择与不选择的问题。不管你们选择怎么样的治疗方法，新起点运动呢，是根本上要遵守的生活原则、为人原则。那么新起点生命运动呢，把这个生命的基础设施做好，把生命的气息吸纳进来，在这个原则里面，生命就会康复。因为创造主创造的生命程序呢，会重新被激活启动，那么那些战胜癌细胞的程序呢，就会正常的运作，所以你的癌症会被克服的。那么这不是什么治疗癌症的处方方法，如果这只是什么方法的话，我不会做这个事情。那么是谁让我得癌症呢？是色身，是小人，是吧？那么圣经里是怎么讲的呢？圣经里色身，圣经里讲的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我是我，我只是什么？我只是一块肉啊，只是肉体。你认为你是肉体的话，你只不过是行尸走肉。那么，属肉体的人获得生命的气息以后，成为什么？成为属灵的人。영의사람이된다。영의사람。영자가되더라。영의사람。그러니까생기가바로뭐예요？生气就是什么呢？就是灵，就是上帝的信息，上帝的灵，圣灵是圣灵。圣灵이와서圣灵配降在我身上，那么让我这个我们的躯体是肉，但是肉体里面有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信息充满我，这就是法身，这就是属灵的人，这就是君子。注意，释迦牟尼啊，孔子啊，耶稣啊，这些圣人们都是领悟生命真理的人啊，大家明白这个？所以呢，그래서이렇게육의사람이영의사람으로변화하는것을肉体的人，肉体的人成为属灵的人，我们称为重生，叫重生。啊，그래서병을낳으려고하면은要想医病的话，结果呢还会重蹈覆辙。내가바뀌려고하면은如果我想变化的话，那么你会나를포기할때。当你真正的舍弃了自我，战胜了自我，发泄了真我，克服了舍身，解脱为法身的时候，那么病自然就被解脱。所以呢，那么拒绝你自身的变化，却想医病，那么其结果呢，只能是失败。所以圣经说圣经里这样讲，如果你想救你的命，你就要丧失掉命。如果你为我丧失你的性命，你就会得到性命。不要为性命发抖，不要因为疾病发抖。这些变化，这些病变的原因，都是色身人引起的，都是我是属肉体的人，忽略了灵性。那么病好不好，我不在乎了。我希望恢复什么？重新变成属灵的人，重新从色身成为法人、法身。这样的话，你的病也就自然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大家要牢记。我们这堂课结束以后，我们要去散步。你们看到大自然啊，最近天气暖和的像春天一样，望着蓝天。
望着朵朵的云彩，看着刚刚冒枝芽的树林，尽量的去体会真善美啊！敞开你们的心扉，接受真善美带给你们的生命的气息。啊，迄今为止，我一直想要怎么样做一个更有钱的人，更有出息的人，只想维护我的自尊心，把真善美的东西啊给忽略了。我的心扉呢？紧闭着，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扉，尽情地去享受真善美的世界，让生命的气息充满我们内心，让我们从舍身解脱为法身。所以解脱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从疾病当中解脱出来，像一只幼虫作茧自缚。那么在这个茧里面的这个幼虫啊，那么这个幼虫呢，好像看是没有生命，但是这个幼虫呢，早晚有一天它要羽化成美丽的蝴蝶。所以你们的舍身说不定就是你们在作茧自缚。你们的异位性皮肤炎，什么癌症、关节炎、动脉硬化，什么甲状腺炎、肝炎、肝硬化，所有的这些疾病啊，是你们身上的疾病啊，其实都是什么啊，都是作茧自缚。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羽化成美丽的蝴蝶，因为你们的生命程序里已经注入了这道程序，就在于你们能否解脱。你们的病身呢，是不会关在你们自身的肉体里面，你们要选择，你们要解脱，要明白生命的真理。这样啊，你们不选择生命，所以生命就不会被激活。所以你们要仔细想一想。那么作茧自缚，那么这个幼虫呢，以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但是当它涌出这个茧以后呢，이애벌레입에서뭐끈적끈적한게자꾸나와，总是吐出一些黏糊糊的东西，这个幼虫的嘴里。이거끈적끈적하고이래서아这个黏糊黏糊糊的东西呢，번데기벽에다가퇴어开始就往墙上撑，또나오면또分泌就撑他以为什么，그액체가뭔지아세요，这液体是什么，这液体是什么，번데기를녹여서就是突破牢笼的液体，它会融化，它会融化什么，融化这个茧壁啊。这是幼虫知不知道，幼虫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是到时候创造主就会让这个幼虫分泌出这种溶解躯壳的液体，然后分泌出这种粘液来。那么这个躯壳就慢慢的茧就被融化掉，开始啊照射进来一股强烈的阳光啊，他就开始认识到什么。又有一个世界，我以为我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世界，但是没想到外边有这样光明的世界。你们迄今为止的生活呢，就是作茧自缚，你们以为你们的世界是全部，但是当你们解脱，当你们悟道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一个阳光灿烂阳光明媚的世界。身体开始怎么样，开始发痒啊，开始躁动，于是探出头来，然后开始怎么样挣扎。这就是生命的挣扎。我的腰好了，现在这样 行动也 没问题了，而终于挤出了什么，挤出了这个茧啊。出了以后呢，좀이따가뭐예요，突然展开了一双美丽的翅膀，哇，멋있는날개가있어，从来没有过的经验，这都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造化，
这都是幼虫的四处八字，是吧？已经注定了生命的什么信息？你们生辰八字里已经注定了恢复疾病的信息。然后开始怎么样？展翅飞翔。 날개를 보니까 너무 멋있어. 자기가 이렇게翅膀太美，他从来都没见过，从来都没有想象过自己会长出这样美丽的翅膀，然后开始展翅飞翔。哇！这个世界突然变得这么广阔，就像大鹏展翅一样，体会自由。 한참 가다 보니까 飞来飞去 맛있는 냄새가 나는 거야. 突然有很好的味道吸引他，什么蜂蜜的味道，花粉的味道，鲜花盛开，在向他招手，所以想去那里。啊，花粉的香气四溢。突然舒展的触角展开了。 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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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让生命生生不息。그럼그사람들이과일을먹고아또뭐요생명의종子呢또자라게会再结出生命。哇哇너무너무번데기안에있을때는怎么幼在幼虫在茧里面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的空这样伟大的生命，但是挣脱茧以后呢，才明白我生命的意义啊，可以吸引花粉，也可以传递生命的种子。啊，让人们吃到鲜美的果子，让生命的果树呢，让果树呢不断的生生不息，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啊，才明白自己是生命的传递者。啊，这就是生命的道理。你们也是什么？被赋予了生命的使命。你们早晚有一天也要像这只自由的蝴蝶一样飞向着上帝的世界、啊、这个成熟、啊、不再能束缚我、啊、我的生命得以自由，疾病不能束缚我，别人的疾病我也能通过给他讲述生命的道，让他明白什么啊、这个茧不是我们的归属，我们总有一天会羽化成美丽的蝴蝶，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但是呢，科学家们却怎么说，做了一个实验，那么这个茧在这个为了挣脱这个幼虫在挣脱这个茧的时候，看他们挣扎得十分辛苦，所以用茧子怎么样、啊，把这个茧给绞开了，所以他们不用做太多的挣扎就飞了出来。那么不多久，这些蝴蝶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翅膀的肌肉和毛细血管没有得到发达。那么在挣脱的过程当中，生命的气息不断的给他们。所以你们现在又跟疾病做挣扎，是吧？啊，恐惧做挣扎。跟疼痛做挣扎，那么这种挣扎是十分痛苦的，那么这种挣扎绝对不是虚妄的，是吧？在这种挣扎的过程当中，你们的生命力量重新被激活。你们吃这种没有辣椒酱的食物也是一种挣扎啊。那么让我们挣扎，让我们劳苦的东西很多，但是这一切都是蝴蝶成为美丽蝴蝶的一个痛苦的挣扎的过程，肉身成为法身，
属肉体的人成为属灵的人的过程。所以早晚有一天你们也荡漾在生命的果子当中，吸引生命的元气，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解脱。뉴스타트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뉴스타트 해보세요.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건강을 해보세요. 맑은 물을 마시세요. 맑은 물을 마시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맑은 물을 마시세요. 햇빛을 조이세요. 햇빛을 조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햇빛을 조이세요. 절제를 해보세요. 절제를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절제를 해보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휴식을 취하세요. 휴식을 취하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휴식을 취하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놀라운 일이 생겼네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자, 산책 시간이죠. 자, 가끔 보면은 막 뛰어다니시는 분들 계신데 그건 산책이 아니라 운동입니다. 자, 산책하시고요. 오늘 점심때 식사 같이 하실 분들 불러드릴게요. 김혜숙님, 박희은님, 이강호님, 이민홍님, 이유창님, 임기선님, 임채홍님, 한의숙님. 예, 행복한 산책 시간, 즐거운 식사 시간, 그리고 편안한 휴식 시간 보내시고 4시 15분에 희망찬 오후 시간에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